之前大家在看《延禧攻略》的时候一定都是胆战心惊的吧，因为我们早就听说了路透皇后最后会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领盒饭也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就一直都在担心我们的富察容音到底什么时候下线。就在昨天晚上，我们最好的皇后真的下线了，也让很多观众都落泪了，特别是那一句这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为什么最后会落得如此下场，真的是让很多观众都已经忍不住了。所以昨天晚上对于很多喜欢这部剧的观众，喜欢皇后的观众来说是一个大日子，很多人都在微博上表示我们的白月光终于回到他的仙界了，以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追剧了，再也不用担心他会什么时候领盒饭了，现在也就等着魏璎珞来为他报仇，而纯妃尔晴和贤妃等人也是一定会落得一个特别惨的下场的。不过说真的，皇后这么一下线还真的是会带走很多观众和收视率，因为很多人喜欢这部剧选择追这部剧也都是因为皇后这个角色太吸引人了，如果没有了皇后可能大家也就都没有什么兴趣了吧。同样作为观众的小编还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让这部剧虐完了我们就选择弃剧，毕竟我们还要看到魏璎珞扛起大旗，坏人要有坏人的下场才可以啊。再次夸一下青兰的演技，真的是演什么就是什么，演心机女的时候就是心机女，白月光的时候就是大家的心头好，可能这么多年我们就是忽略了她吧，加上她自己的作品也确实是不多，是一个不高产的女演员，余生能够把这个角色给到她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她用她的演技和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圈粉了这么多人，现在接机都已经是一批人了，还有很多人说看了秦岚的演技才知道高贵妃的演技确实不怎么样，可能也只是这个角色不太适合谭卓吧，不过还是希望秦岚能够多接一些作品，抓住这个机会说不定还能够再次大火一次呢。最近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不比皇后这个角色差了，特别是不能够看她的采访，真的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啊。最好的皇后走了，你们还打算继续追《延禧攻略》吗？